嗨，立体兵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以豪。自己的穿搭，今天穿了一个双排扣西装，然后这边有一个珍珠的吊饰做点缀，然后里面呢是穿一个羊毛的针织无袖针织，非常的保暖，非常的亲肤，然后搭配了烟管裤，然后但我们没有穿皮鞋，我们穿了一个休闲的白色的鞋子。其实自己也一直在学习，但我其实很常看着经纪人怎么穿，因为他真的很会穿衣服，然后。另外一个经纪人，对，我常常看他怎么穿衣服，然后常常就看他东西在身上，我就觉得哇，好好看啊，然后好想要拥有。然后包括我第一个 Kipo 包也是他，就是让我入坑去买的。但我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跟学习的感觉，然后真的也得到了很多的知识跟你真的穿在身上，你真的去买，然后你真的用它，那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加上现在有时候就会用 YouTube 看一下每一场时装大秀。对，像 Louis Vuitton 这次也很精彩。流行其实我以前不太懂，我真的不太懂。我以前只有舒服，就从头到尾舒服到尾，就很不注重这些东西。但工作久了，然后活动接触久了，你真的碰到这些精品，碰到这些单品的时候，它真的有它的魅力在里面。所以我就慢慢的认识他们。我觉得不用多，就可能一两个经典，它真的可以用很久。嗯，我觉得好难哦。Speedy 是一定要的嘛，因为它这次真的变化很大，然后变得很柔软，包括你背起来的那个垂坠感跟以前也都不一样。那鞋子我也会注意一下，他们鞋子也很可爱，很有趣。最喜欢吃二姑做的东坡肉，太好吃了。然后年糕也很好吃。对啊，我很爱吃，我很爱吃甜的，但我就要运动，要不然那个肚子会跑出来，所以要一直运动。我很喜欢吃炸汤圆，炸汤圆算年菜吗？沾那个花生粉啊，太好吃了。唱歌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好，我会努力。对，其实就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挑战了，然后不要局限是任何媒介或媒材，因为我觉得艺术希望用各种形式让大家看见，请大家期待。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赶快有更多不一样的角色跟作品可以跟大家见面。对，嗨，立体兵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以豪，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然后恭喜发大财，然后祝身体一定要健康，我们才可以开心花这个大财。然后也请大家支持我的作品，谢谢大家，拜拜。